Let me check on your feet. Still hurt? Look at you, a grown-up man. I saw you fall. I didn't believe you can get up on your own. Yeah, this is nothing. I can't handle it myself. Why are you here to pick me up today? What's wrong? Am I not welcome? I came here to pick you up and have fun outside. Where are we going? As you wish. Let's go to the playground. Okay. After a while, I may not be able to keep you company. Where are you going? To Beijing. What are you doing there? To start a business. You can do it here too. Xiao Di, you can get up from where you fell. So can your uncle. So if you go, I'm the only man in the house. So listen to your uncle more, okay? Why should I listen if you don't? Who said I don't listen? Auntie will never let you go to Beijing. She can't leave you. You know everything. It's okay. I'm a man now. I can take care of Auntie. Okay. Good boy. Nope. Good man. Let's go. Honey, put on your coat. We're going to the airport. I'm not going. Why not happy again? We had a good time yesterday. If you leave, no one is going to bring me there. I will take you there. I'm not going with you. You're timid. Afraid to ride the roller coaster. I'm not afraid now. I will sit with you. I don't want to wear this. I want Nike. Next time, okay? Okay. Here you are. 我给你买的瓶你带上了吗？北京冷。那，带上了。其实啊，真的不用在这儿买，北京比这儿便宜多了。我跑了好几大专卖店才买到这合意的，你还不领情啊？当然领情，我一下飞机就穿上，行吗？干嘛？教人啊？你们女人啊，有时真是矛盾。老公在外边穿的邋遢一点吧，怕别人笑话；老公穿的帅一点，又怕被别人抢走了。不是我的，我留也留不住；是我的，推也推不出去。Are we leaving? Okay, let's go. Go, go, go.Thank you.
光看着干嘛呀？赶紧吃啊！不是你说了想吃涮羊肉吗？你说，涮羊肉你该不该请啊？应该，绝对应该。不是你好歹你给公司来个电话是不是啊？你在硅谷那个家里的电话我根本就打不进去，我都快急死了。我当时……行了，你别给我解释啊！我怎么知道你朋友家里出事儿了？然后你又搬了家，然后又发生了那么多那么多事儿，我有多担心你知道吗？我后来我还是通过你师哥问的你爸，我这才知道你没事儿了。好了好了。算了，反正你已经回来了，我就知道你肯定能回来，我还跟他们打赌来着。赌什么呀？赌一顿涮羊肉啊。你要真是好这口，那就赶紧吃来。嗯，雪儿，其实我挺愧疚的，你跟丁柱守了那么长时间，我连工资都没给你们发。嗨，我手头上还有点积蓄，日子还过得下去。下个月我一定给你们补上。这补不补的倒不重要，不过我现在有几句话要跟你说，你听了可不能不高兴了。行，你说。咱们现在啊正重启锣鼓，这第一呢，咱们要缩减办公室的规模，咱们现在完全没有必要租下一整层的楼面。行，那我明天找宋大姐，我让她退掉几间。第二，咱们要雇佣真正有水平、有风险精神的工程师，起薪不能太高，要按他的研究成果来给他发奖金。这个我也同意。第三，我们不要再在广告上摆排场了，太浪费钱了。我接受。嗯，谢谢袁总。哦，对了 ，UT 上个月出了密码锁，您知道了吧？他们那个登录保护、设备保护、文件粉碎、色情网站登录限制、电脑开机时间限制、游戏限制，几乎跟我们星光锁是一模一样。你知道摩尔定律吧？电脑性能在每18个月都会翻番儿。IT 行业瞬息万变，这次回来，咱们得想新的办法。这样，回头咱们去电子市场看看，了解一下最近市场的动向。行，来，赶紧吃。小川，怎么，是不是觉得我不会回来了？怎么会呢？你骨头里什么颜色我还不知道吗？哎，又犯老毛病，回来也不打个电话。刚到，昨天的飞机。行行行，我说你。哦，瞧我这记性，又把东西拉车里了。我去八楼办个事儿，你俩先上，你俩先上。改天喝酒啊。啊，雷雷呢？我给他带了糖啊。改天改天。跑什么呀？坐，先上去。Are you okay?
您技术上相当出色，也有很好的管理经验，为什么要到小公司来应聘？宁可低头，不做凤尾嘛。我很希望能够找到像你这样有能力的人。在薪水上有什么要求？年薪50万。如果您录用我，我会把原公司一项发明带过来。啊，那个是我工作之余做的，老板不知道。对不起，我不能聘用你。为什么？因为诚信比才能更重要。不要算了，我到其他公司。我奉劝你一句，现代企业选拔人才，诚信永远是第一位，不管是微软还是 IBM。我是来应聘推销员的。哦，是吗？我天生喝酒海量，是京城最出色的推销员了。海量就能当推销员啊？那酒鬼不是能干经销部经理了吗？还真让你给说着了，有几个经销部经理不是酒鬼啊？中国文化那是吃的文化，不喝酒怎么能办成事儿啊？喝酒没人陪多无聊啊。照你这么说，那不喝酒的人不丢了饭碗了吗？丢不丢我可说不好，混不好那是肯定的了。吴小姐，谢谢你给我上了一课，你找错门了。袁坤，给你介绍一个人，薛景宁，加拿大电子工程博士，适合你们公司啊。你们聊聊。谢谢你。不客气。谢谢。来，请坐。好。袁总，这是我的简历。你在加拿大北电网络工作了多长时间？5年。读博士的时候还参与过芯片研发？是，我想找到一个专业对口些的工作，要不然我这些年的努力都全白费了。我懂，学有所用是最大的幸福。是啊，其实我找过很多个 IT 公司的老板谈芯片研发的想法，他们居然都笑我做白日梦，说中国的芯片市场比美国落后10几年，不可能一步跳三个阶梯。美国是 CPU 芯片大国，韩国的存储芯片又是世界领先，可中国一直都是空白，这是事实。我们不能跟在别人后面跑，也不能跟别人头碰头硬碰硬的去竞争。但是芯片市场上现在存在一个突破口，数字多媒体。没错，数字多媒体领域现在是群雄混战，只要我们把握好，就能杀出一条生路。而且现在的市场前景，中国的个人电子消费要大于美国。是，数码相机、手机图像、高清晰度的电视、电脑网络的视频音频，全部都离不开数字多媒体。英雄所见略同。我真的不敢相信，像你这样的人在加拿大怎么会找不到专业对口的工作？北电网络一次裁员了5000多人，我也没能逃过。我手里的高科技股票100多块钱一股买的，现在3块多钱一股。我太太天天数落我，我实在没办法，我才把我的女儿太太留在多伦多。我一狠心，我一跺脚，我就回国了。人在面临选择的时候，估计都要狠狠心跺跺脚。现在很多博士硕士选择留在国外送披萨、开杂货铺卖保险，可是我不想，我只有玩电脑我才有精神。来星光吧，我们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开发出属于我们自己的芯片。
袁坤，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冯主任。啊，冯主任你好，欢迎你回国。您比我想象的年轻多了。哪里呢？现在的干部都年轻化了，这也是一个国家走向生机勃勃的象征。像你这样从海外学成归来的博士，又有丰富的管理经验，还这么年轻，21世纪是你们的世界。我们每年送出去成千上万的留学生，他们就像珍珠一样藏在贝壳里，消失在国外的茫茫人海中。哎，想要把他们找回来，让他们发光可不容易。是啊，听小松说你是二度海归了，这一次在北京要扎根了。好啊，这个小松把你的项目都跟我详细介绍过了，研发芯片是个能让老百姓受益的好项目。冯主任，你要多多提拔呀。当然，袁坤啊，你申请的500万产业配套资金这两天就会到账，现在有钱了，好好的干。谢谢冯主任，谢谢宋大姐。Welcome home, Mr. Frank. 'Home, sweet home.' It is your home. Try this. Baked them yesterday. Really? Smells good. Cheer on. For more than a year now, I've been your only concern. I think it's time that we think about someone else, right? Think about what? I'll get something from the car. Try the cookies, or else my efforts would be in vain.资金到位了吧？啊，那得谢谢人家宋主任，人也着齐了。差不多了，我准备明天带大家去登个长城，振作一下，然后就开工。来，爸。坤儿，昨天夜里我做了个梦，你妈妈拽着我的手，非说要见见儿媳妇。虽然每次回来给我带好多东西，想的也挺周到，可是不来看我，我心里还是要怪他的。我知道，爸，但是他现在一个人带着小迪，还得工作，挺累的，确实也抽不出时间。我说的不是这个，你们两个人不在一起，这还叫家吗？我知道，先等等吧，等这边都稳定一些了，我就把他们接来。结婚这么多年，你们想过生孩子吗？不是有小迪吗？那别人的孩子能一样吗？爸，不说了，不说了，吃饭。
快点！哎，跟着，袁总，袁总，哎，袁总，袁总，我们去哪儿不好啊？干嘛一定要登这长城啊？登上去就知道了，咱真一步步爬上去啊！你要是有翅膀，你可以飞上去。咱还坐缆车吗？十八岁了，来，走，来，加把劲儿。 加油啊！你们先走吧，我爬不动了。要不要我借你装翅膀啊？走，走吧，走。你在这儿可看不到好风景啊！我真是一点力气都没有了。来，快点儿，要不然他们可把我们俩落下了啊！来。 想象不到，这几千年前的人是怎么把它盖起来的。站在这里的感觉真是太酷了。来来，我给大家合张影吧。来来来，来来，快点的。干嘛呀？这么紧张呢？露出你们的白牙给我看看。来，一、二、三，结账。欧若娜，好了。雪儿，把这张照片加起装框，咱们每人一张。 你们明白吗？看来袁总是要我们大家都记住今天。啊！来，今天在这儿，我们要确立星光团队的目标，那就是建立一条芯片的长城，让千家万户都用上我们 Made in China 的芯片。啊！星光万岁！加油！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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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光加油！ 哪里得go? How was her first day at work? What's wrong? Did they 谢荣 Today I made a decision I can't believe I made. I'm going to China. SVT China still needs a CEO. They haven't thought about me. Today, I went and talked to the president. What do you think, Cheryl? Why, Frank? It's very simple. Since I came out of the hospital, Chiron, I can see it in your face. You're struggling with your past. I want to give you a chance to
Go back. Deal with it. I will be okay, no matter what the outcome is. I just can't see you torture yourself like this anymore. Frank. It all took come to an end. Nothing's bad is ever gonna happen to us. Nothing. Teddy, are you okay? Your teacher told me that you might be sick and asked me to pick you up. You are the one who is sick. How can you speak to Auntie like this? You lied to me. My friend said that my parents are long gone. Sweetie, I'm afraid that you cannot take it. Teddy, I'm so sorry. Sorry. Would you let me please explain it to you, okay? Honey, your daddy and mommy went to heavens to be angels. They have to take care of a lot of kids without parents, so they leave you to us. Because they know we love you so much. Why didn't they bring me to heaven too? Because they know that there's no video games in heaven. You love played it, right? You can also don't play the games. You can go to school, can play soccer or grown up in heaven. I wanna grow up. Yes. You also wanna go to Stanford. Wanna marry a pretty dancer? Right? Be a good boy. Let's go home, okay? OK。薛博士早啊。你怎么知道我姓薛啊？研发部的高手，谁不知道啊？比不上梁经理，年轻有为。现在轮到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姓梁？市场部那么漂亮的经理，谁不知道啊？毕竟是留过洋的，煮的咖啡都这么地道。哎呀，世界上的美酒跟咖啡啊，都是为了配美女的。看来你还学了不少西方浪漫。错了，西方浪漫我学不来，东方浪漫我都忘了精光了。今天我特别高兴，大家可能知道，一年多前我死里逃生，做梦都想不到今天能站在这里这个地方。我很喜欢中国，特别特别的喜欢。我要感谢所有南来的朋友。Anyway, I love Beijing. 我想做北京人。谢谢。以后多多关照。OK, 知道这时候你们中国人最喜欢说就是拿酒来。谢谢啊，能把宋大姐请来。
桑大姐，谢谢赏光，客气了。OK。在美国公司中 ，SVT 几乎是最早在中关村办分公司的。现在 Frank 又是新任的 CEO， 我们当然要来捧场了，是不是？谢谢，宋大姐。我听说创业园里的人几乎都是您一手扶起来的。Frank 刚到，人生地不熟的，以后还希望您能多关照他。Frank 不敢当，不过哪天你要是厌倦当家庭主妇的话，我们创业园随时欢迎你啊。我哪有那本事啊。Gun， come here。 是呗，行。三把火，三把火是什么意思？这三把火就是三个策略，也就是说你上任之后想推行的三个商业动作。哎，差不多也就这意思吧。对，就这意思。Guess what? My Chinese is bad. You know, SVT is a pioneer in web security. 到时候你们会看到。OK， 期待。好。燕宽，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嗯。我想和大川把离婚手续办了，可打回来他就一直不接我电话，可能是上回去有人的方式粗暴了些，让他误会了，所以这次我不想贸然的上门去找他，搞得他精神过度，大家都不愉快。我看他现在跟你的关系还挺不错的，你帮我把他约出来好吗？我和 Frank 请他吃顿饭，好好聊聊，也让他知道我现在的情况。你也知道袁坤，经过这件事儿，我想认认真真的和 Frank 在一起了。行，我跟他说。谢谢啊。别郁闷了，有时间多给表姐打打电话。我们这年龄，不该把任何事情看得比家庭更重要你的消息是确切的吗？当然 ，SVT 已经在做市场摸底了。他们好像根本没有把别人放在眼里，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保密而言了。看来 Frank 说的，要是 SVT 也开发电脑锁，那市场上已经有了密码板，他们开发的可能也是指纹版呀。没错，应该是这样。开发新产品，时间就是金钱。输一分钟，有可能就会满盘皆输。我建议袁总，
从今天开始，公司所有技术人员都搬到公司来住。我们要趁着 SVT 有动作之前，先推出我们的指纹锁。可这样大家太累了。没关系，袁总，研究出新产品，我们才能涨工资，那比多睡上几晚都强。折腾什么呢？刚睡几个小时，我这不脚抽筋吗？这长时间不起来活动还真不行。啊，算了，我也不睡了，起来接着干吧。哎，你有点饿了，有吃的吗？这种点，饭店都关门了。哎，不过有咖啡，我去冲点。我那个抽屉里还有一包蚕豆。啊，别看，哎，拿来。行行行，交给我。特别想吃我太太做的梅菜扣肉，爱山炖的鸡汤也特别好喝。袁总，说句真心的，你后悔回国吗？没有，就是有的时候觉得心里空落落的。您看一下，这数量还是得高，要不然的话，现在外面的软件很厉害。好，你看这儿，呵，全体熬夜啊，啊，哼，大川，我正找你呢。那天实在是忙，一脑门子官司，怠慢啊。今天特意来这儿看看。走进去了。嗯。哎，你们老这么睡地上对身体不好，买上几个那个什么折叠床，白天合上晚上放开，很方便。我打江山那会儿经常这么干。这主意好，我们今天就去买。好主意。来，太破了吧，不如你们刻维斯好，虚有其表。瞧瞧那个 SVT 的，人家那才叫牛气哄哄呢，真没想到，这个全球化书本上的概念还真来了。Small world。对了，大川，你知道 SVT 新来的中国区 CEO 是谁吗？又不是我东家，我哪知道那么清楚？这不来请教你了吗？说真的。科维代理阿尔法笔记本电脑这些年啊，确实是发过财。可是现在这美国公司一进来啊，还真就不知道怎么着了。你听过的，是 Frank。